好好装啊。吃好早餐了，我们就去领我们的 JR 关西地区周游券。再加一个这张 pass， 现在都用这个咯，直接刷闸门直接进，不用人工的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京都地下铁的兑换券啊，或者是京阪电铁的兑换券，一日的可以多使用。包车，就是在车站寄放行李，然后直接就是转这个 JR 奈良线到至。不用出站，就是这样方便。好，我们来到宇治，我想要去平等院，所以我们往南出口的方向。前面那个伊藤左右卫门是很有名的哦，可是我想要去看看，好怀念哦，过马路的这个声音。可以刚开门，我们可以先去看看，然后等一下再过来看要吃哪一家的抹茶咖啡。
已经很有名哦。我发现了一家陪茶店，我来买好了。哦，对，之前呢，这个京都的三角锥也是很有名，很京都。这里是平等院表参道，其实旁边有一个上宇治神社，可是我觉得我今天时间应该不够，所以再看看吧，有时间再去。因为我来宇治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吃抹茶咖啡。如果平等院逛完了，我应该就是直接会去吃抹茶咖啡。吃完之后，我想要去吃幸福的松饼。好，我们到平等院，这里是非常有名的哟。这是什么？这个。刚刚呢，就是从表门这样进来买票，然后就照着他路线走。凤翔馆的话是免费可以看的，可是凤凰堂进去还得另外购票哟。下雨天不可能，礼拜一没什么人，不然平常这边是很可怕的。这个也很有名，就是他们的那个紫藤，现在不是它的季节，但是到它的季节的话呢，我记得是四五月啊，是吗？有点小忘记了。整个它的季节的时候也是很有名、很漂亮的，很多人也特地来赏平等院的紫藤。参观凤凰堂还要预约的哦，而且还有预约参观时间的限制，是15分钟。然后预约的地方呢，在这里，这里不是正面哦，要走过去。那边才是正面。日币10000块上面印的呢，其中一面就是这个凤凰堂上面的凤凰。那这个呢，凤凰堂本身呢是在10元硬币上面，所以在日币啊，平等院就占了2个。
前面的话就是往凤翔馆，凤翔馆里面有很多就是珍藏的文物啊，然后一些介绍等等，那里面呢是不可以摄影的哦。这边上去，这边进去。好啦，参观完平等院，那我们就我决定去刚刚第一家吃抹茶咖啡。就宇治这边还有抹茶拉面、抹茶饺子，很酷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我是没吃过啦。之前来宇治的时候，整个失心疯，就是一直狂买，就是抹茶粉回家。那这次来呢，比较克制一点，这次来比较想要吃就是焙茶，喝焙茶。走宇治桥到对面，也可以去参观这里有名的宇治上神社哟。返程地铁啦。电梯是可以走楼梯啦，走楼梯好。烤这个松饼的时间大概有20分钟哟，所以大家来吃的时候一定要留充裕的时间。哇，这个呢是只有京都店才有在卖的哟，京都限定款，拿上来试试看哦。就是松松软软的，质地还蛮细，很像海绵蛋糕，可是蛋味比较重，我有点害怕蛋味比较重的东西。可是它这个是有点像，里面有点 cheese 味的，应该还是算奶油吧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它这个有咖啡色的，就是也应该算是焙茶酱吧，也蛮好吃的。
好吃的，我觉得超饱的天鹅啊，而且我今天都是甜的，还没吃咸的。这附近是海景市场，可是我真的太饱了，没办法了。搭地下铁往京都车站，先看好你要去哪一站，看好它的价钱之后呢，再买票。好，我们回到京都车站，我们来领行李，准备回到新大阪，然后去饭店 check in。这边就是房间，算是蛮干净的，也是这样。我住的是名铁一东口的。新大阪东口算是蛮新的饭店，对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床的部分还蛮大的哦，因为我订的是15平的双人房。啊，好了，总算可以休息了。